内地春节档斩获了40亿票房的国产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二》，一众主创16号在香港国际影视展分享台前幕后的点滴。电影主演吴京就坦言，拍《流浪地球》系列之前对科幻电影没有概念，电影能有如此成绩来之不易。这种题材如果我们不做的话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设计，永远会落后，所以就也是新鲜好玩。科技一直在进步，那我们的科幻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是带着一种好奇的这种心，探索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去踏出这一步的，所以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绩，其实也是来之不易。在过程，我曾经见过他。在《流浪地球二》中特别出演的刘德华、导演郭帆以及总监制傅若清也出席了交流会。傅若清指，《流浪地球二》在全球已经有8000多万观众，其中非常感谢香港观众贡献了1000多万票房。他形容《流浪地球》是中国科幻片里程碑式阶段性成功的榜样，在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大背景下，将中华文化5000年所蕴含的活力和深邃内涵加入到科幻电影中，中国的文化自信会更加强大。